进来吧。哎呀，周围的现在每天一到下班的点我就开始难受，想到回去还要面对我公婆，我都快得抑郁症了。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这个家真不想回了。你跟 Michael 好好谈谈呗，你们夫妻合力总会有办法的。跟他谈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一开口他就说我不尊重他父母，说他父母都是为了给我们带孩子千里迢迢背井离乡，多不容易，所以这一切都成了我不懂事，我不知道体谅了。他那都是气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不过海伦，你对你老公说话的方式可能要注意一下了。你要是拿出跟客户对话的语气和态度，那你老公可能就不那样了。可是跟老公说话还要像对客户啊，那也太假了吧。这怎么叫假呀？相敬如宾。你别以为是夫妻你就可以什么话都可以不经脑子什么都说。周伟，我真是太羡慕你了。你看你老公脾气又好，对你又百依百顺，婆婆呢是高知，知书达理，儿子和闺女又听话又懂事，多幸福啊。啊，对对对，下班了，我们收拾收拾一块走啊。雪儿，小鹿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菜都凉了，咱大人晚点吃不要紧，孩子可不能饿着。哎呦，应该快了吧？要不然您和朵朵先吃。哎，我回来了。Mommy，Evelyn。I love you. Love you too. How's your day today? 回来了。哎呀，快过来吃饭吧。今天奶奶做了你们最爱吃的糖醋鱼。耶！坐奶奶边上。朵朵啊，今天怎么又说英文了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在家说中文的吗？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没关系，下次记住就好了。改了就是好孩子。来，奶奶给你加一块大大的糖醋鱼，蘸点汁儿，可好吃了。哎，哎，阿什利呢？哎，阿什利，阿什利下来吃饭了。这孩子越大越没规矩了，到点吃饭都不知道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都不知道他干些什么。我去叫他。阿什利，吃饭了。What? 小楼吃饭了，阿什利。Coming. 学校今天怎么样 ？It's fine. 阿什利啊，你已经十好几岁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？吃饭还得让人叫，妹妹都比你强。哎，过去啊，都是儿孙给长辈盛饭，然后请长辈上桌用餐。现在呢，全都颠倒过来了。哎，阿什利，你怎么不吃青菜？你要不吃青菜，以后啊，你满脸长青春痘。妈，阿什利啊，他吃青菜沙拉，他吃不惯炒青菜的。哦，吃不惯。以后啊，你早点回来给他做。好，那我尽量早点回来。哎妈，您做的这个鱼啊，真入味儿，好吃。好吃吧？我最近呢，看了好几个美食视频，全给琢磨出来了。哎呦，您可是把当年搞科研的劲头拿出来提升厨艺了。嗨，都是被你们给逼的。我在国内的时候，保姆做饭给我吃，到了这儿。我倒成了保姆了，而且呢还是不挣钱倒贴的。哎妈，我们多亏有了您，是不是啊朵朵？
奶奶最好了，我最爱奶奶。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，波及多国，被中共统战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严重低估。哎呀，你呀，整天看这些没用的视频，解毒醒脑，挺有趣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跟你爸妈说注意疫情的事儿啊？你呀，净瞎操心。中国政府不都说了吗？不会人传人的。他们的话你也信啊？SARS 那时候他们也这么说的，你可千万要注意啊！这会儿我看情形不妙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换个管理的工作。你还想一辈子当个码农啊？当码农有啥不好的？懒得跟你说，累了，我要睡觉。Unprecedented drastic action today as they try to keep a lid on it. World famous. 小智，爸怎么样了？吃了止疼药，好不容易睡着了。那妈呢？她都一天一夜没睡了，我让她也去睡了。医院那边还是不行吗？都忙武汉肺炎呢，爸这急性肠炎根本没人理，就让我回家吃抗生素。可是爸都虚脱了呀。姐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还得去超市买点东西，家里也没什么吃的了。听说明天小区就要封上了。那你快去吧啊，爸妈就靠你了。没问题，姐，放心吧。小璐，咱爸怎么样了？他自己啊，吃抗生素顶着呢。哎呦，这会儿老爷子可遭罪了。哎，你上次给他们寄的口罩，他们收到了吗？哎呀，我忘了问了，我下次再问吧。我觉得咱们自己也得备点口罩了。我们备什么口罩啊？哎呀，这武汉肺炎搞不好也弄到我们这儿来。你净瞎说，武汉都封城了，怎么会闹到这儿来？武汉封城了，但国际航班还开着呢。这每天从武汉飞到多伦多来的人有多少，你知道吗？不对啊，航班不是封了吗？那是国内航班封了，国际航班还开着呢。哎，那政府怎么还让他飞啊？这不世卫说没事吗？这世卫怎么回事？哎，我可听说，那谭总干事是中共的老朋友。你呀，又是看那些反共视频听的吧？哎，你别管人家反共不反共，只要人家说的有道理，我觉得就应该听。也是，咱家有老有小，谨慎些好。到时候买菜的时候买点口罩回来。嗯。哎，晴儿晴儿，咱家有没有囤口罩啊？哎，正要去买呢。买什么呀？刘阿姨已经发微信给我了，整个多伦多一个口罩都买不到了。啊？加拿大政府不是说口罩没有用吗？我也没看哪个老外戴口罩啊。对啊，中国人也没几个戴口罩的，怎么就卖光了呢？前一阵子啊，我去的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啊，让大家买口罩捐回中国，微信群里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。哎，会不会他们都把口罩买走了，捐回国了？不对呀，如果店里的卖完了，那库存呢？批发商应该有货吧？难道有人把批发商的货也买光了？不会吧，那多缺德呀！那让我们怎么办？哎，别说这个了，你刘阿姨的儿子开了3个小时的车呀，才在一个小镇上买到口罩，而且还是最后的100个呀。妈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开车买，我开4个小时总能买着吧？哎，你快去快去快去，有多少买多少啊！妈，也不用全给人买了，得给人留点儿。哎呀，最少你也得买200个吧，有 N95 啊，你就买 N95。200个，妈，我们用不了那么多。200个，你还嫌多呀？你算一算，咱家五口人，这200个才能用40来天。当年 SARS 那会儿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启文，你快去买就是了啊。哎，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哎呦，中饭肯定赶不回来了。晚饭你们也别等我了，那我给你灌壶热水吧，带俩牛角包，你路上饿了垫垫肚子啊。哎，好。小鹿这回想得够周到。妈，小鹿一向会照顾人。啊，妈，您就更别提了，要不是您，我们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口罩呢。行了，快去快去。哎，开车小心点啊。哎，你放心吧。妈，您说这武汉肺炎真会闹到咱们这儿来吗？这可说不准，
你们这一代人啊，没吃什么苦，我们这一代人可被他们整怕了，什么事儿啊都得靠自己，有备无患嘛。啊，李文亮医生去世了。啊，哪个李文亮？是那个透露武汉疫情的李文亮吗？是啊，他也染上了。就这么走了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这帮人够狠的呀。什么意思呀妈？啊，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。中午咱们吃炸酱面，我做的炸酱面孩子爱吃。嗯，行行行。什么事儿啊？妈，没事，我去看看啊。艾弗伦，怎么了？哟，小宝，怎么回事啊？奶奶，刚才我进哥哥屋，哥哥很凶，把我推出来了。真的啊？让奶奶看看有没有伤到你啊？你没事吧？艾弗伦，我不是讲过了吗？没有经过哥哥的同意，你是不可以随便进哥哥房间的。这一家人呐，越来越不像一家人了。就算妹妹进哥哥房间不对，她也不该这样对待妹妹啊。看把我们朵朵吓的，哎，让奶奶看看。哎，你这个儿子啊，真得好好管教管教了，太没教养了。爱护妹妹，尊敬老人，这是最基本的教养啊。朵朵，来，跟奶奶走，奶奶给你拿好吃的。Ashley， 妈想跟你谈谈。Leave me alone。买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小鹿，下楼帮忙。妈，你别叫他了，他可能开电话会呢。整天开会。Thanks, Richard. Talk to next week.拜，妈。哎，你买这么多面呀？这得有20斤了吧？我们吃得完吗？20斤，你还嫌多呀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非常时期，你等到超市都关门了，咱们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啊！启文啊，赶紧把手套、口罩扔了，上楼洗澡去，衣服扔到洗衣机里洗。哎。美联储把联邦基准利率是直降1%啊，相当于常规状态下3到4次降息的力度，直接杀到接近于零。哎，你这么快洗完了？洗得够快的。看，洗完了，头发还是湿的呢。不是你让我快洗澡的吗？你就糊弄吧啊。增加流动资金的供给，有可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会这么干。就看那些无聊的视频。这怎么能是无聊的视频？要不是我看这些视频，把握住局势反应够快，前阵子把咱的股票都卖出去，我们都亏大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也不用天天看吧。人家天天做视频都没叫苦，我天天看点算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乱世之中，多了解一点真相，才多一份活命的胜算。你就扯吧，还乱世呢。阿什利，你去哪儿啊 ？Tim's house。你今天不用上课吗 ？No class。那你早点回来啊。嗯。阿什利，怎么还要出门？你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吗？哎，小鹿、启文，快下来。哎，来了。Ashley, where are you going? I go with you. No way.快来看看你们的儿子吧，这时候非要出门啊。阿什利去 Tim 家，就在隔壁街上。这个时候还去人家家，他不懂事儿，你们也不懂事儿。你知道人家家家里有没有病毒啊？再说了，人家也不欢迎你去啊。Tim asked me to go。 Tim 叫他去的，下午就回来了。他让他去就去啊。你知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要一个人住也就算了，朵朵和我，小的小，老的老，都是免疫力最弱的，你们非得要把我们整病了是吧？妈，您说的什么呀？我们谁会这么想啊？谁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呀？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也没几年活头了，朵朵还小，你们也得考虑考虑吧。
阿什里，要不然你今天别去了。阿什里生气了。我去看看。这孩子脾气这么大，小的时候多乖呀，也不知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。妈，青春期的孩子呀就是容易冲动。什么青春期啊，我看呐，就是教育问题，启文从来就没有青春叛逆期。怎么了？啊，谁受伤了？啊，他手破了一下，你放心，没事啊。啊，朵朵，看见没？你长大了可不能像哥哥那样啊。手怎么伤的？哦，没啥大事，他不小心弄的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这一会儿就好。阿什里啊，你这屋里太乱了啊，赶紧收拾收拾。啊，你这屋里怎么这么味儿啊？啊！阿什里呀，啊，你这厕所怎么那么脏呀？你看这马桶也不冲，都那么大了，还让妈妈操心。你能不能别说了？宋启文，你先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这点伤两天就好了，没事的啊。阿什利啊，你别怪你奶奶，她以前经历的事儿太多了，现在才变成这样的，甚至有的时候让你觉得不可理喻。如果她能像你一样在正常的社会里长大生活，也不会变成这样。But she's now living in Canada. 多给你奶奶点时间，她会变的。Really?Yes, she will. 你还是清理一下你的房间吧，你这屋是真的够乱的。No, I'll never clean up. 还生妈妈的气啊？ She just cares about the room, not me. 大老爷们儿别婆婆妈妈的，咱气量得大。你妈那是看你没事才这么说的，你要真有点事儿。你看你妈能急成什么样，说不定都晕过去了。哎呀，那我可惨了，我是先照顾她呢，还是先照顾你呢？ You can take care of her first. 好儿子。你这个屋要不要我和你一起收拾啊？ No, no thank you. I'll do it myself. 乖。还生气呢？都怪我，不该对你凶。不过你刚才那反应，也太让阿什里伤心了。你知道儿子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说，比起他，你更在乎房间乱不乱。他怎么会这么说？你想啊，换了是你，手都流血了。妈妈进来之后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就劈头盖脸说房间乱不乱，你什么感受啊？我那不是看她没有事情她那么说的吗？我也是这么跟她说来着，所以她现在应该不会太伤心。不过啊，你以后对孩子说话也应该注意点了，你只要拿出对客户的一成功力，还怕搞定的小屁孩吗？我用你教我。想当年，我们哪敢这样要求父母呀？受多大委屈呀，都得自己消化了。你不是说你那时候特别不开心吗？咱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嘚瑟什么？你刚才对我吼，没原谅你呢。哦，明白明白，您尽情的惩罚我，我可以一边跪着主板。一边唱着
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手爱大米。你太贫了，你贫的呀，就剩一张嘴了。哎，我该开会了，拿着拿着拿着。妈，启文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刚才还听朋友说呀，他在超市被人吼了，现在都发生好几起欺世华人的事件了。你看，这报纸上也写了，还征文呢，让大家发表意见。大纪元，妈，你怎么看起这个来了？这个是租咱公寓的杨阿姨给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她呀，以前也是个高工，要不我和她怎么那么说得来呢？那她也不能给你这个呀。这是练法轮功的。法轮功怎么了？人家不过就是个信仰嘛。99年镇压法轮功之前呢，我们那个所里好几十号人都在练呢，老所长也练。那个时候我因为要照顾启文瘫痪的爷爷没时间，要不我也练了。还好您没练，要不然呢我们得去中国监狱里看您了。哎，整的是够惨的，一判就是10年8年的，工作职称什么都没了，都是好人啊，真可惜了。回来了，启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能有什么事？刚才汉伦打电话，说他呀去买菜的时候啊，遇到了一个不讲理的，说他们是病毒携带者，让他们滚回中国去。海伦都气哭了。哎呦，还有这种事儿啊！下次让他们直接怼回去，说我们和你一样都是加拿大人啊。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？这武汉肺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也不能说没关系，咱们都是受害者嘛。启文说的对，中国人也是受害者。哎，我看网上有很多留言，说这病毒呀是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出来的。啊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该让中国政府负责。人家哪分得清楚呀，一看是中国人一棒子打死。不至于吧？这样的人呢肯定有，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不会这样。但是我们加拿大华人也得表明我们的立场。说得对，这报纸正在征稿呢，要不然你也写篇文章投稿去。妈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怕写作文了。好啊，你不写我写。朵朵，给奶奶拿张纸，拿根笔来。妈妈，给我冰袋，请。是请给我冰袋。哎，艾薇伦，要冰袋干什么？ Ashley 发烧了。Ashley 发烧了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Ashley 的脸很红。启文，快去看看去。哎哎哎！哎呦，朵朵，你没事吧？ Ashley。你马上把门打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让我来跟他说。阿什利，我们都很担心你，如果你发烧了呢，我们必须及时通知家庭医生。 I'm okay, just a bit hot. 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先测一下体温，如果高于37.5度，我们再打电话问家庭医生好不好？哎，我给你拿体温计去啊。阿什利，把门打开。Ashley, 快点出来，跟你爸去医院。I'm not going to the hospital. I'm sleeping. 你马上起来，跟你爸去医院，快点。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怎么可能不着急啊？我们先问问家庭医生好不好？问什么家庭医生呀？这样的情况就得立马去医院。万一他只是个普通的感冒，也许根本就没事呢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整天就是没事儿。宋启文，他到底是不是你儿子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俩还吵？赶紧的，启文，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去。哎，阿什利啊，我们去医院看一下，让家人放心好不好？阿什利，哎呦，小鹿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哎，妈，没事没事，她不是故意的。哎，阿什利，阿什利，你去哪儿 ？Go to the hospital if you want.
我送他去医院，你们放心啊。到了医院打电话给我。哎，知道。Dad, Ashley, I go with you. 多多，你去干什么？回来。说哎呀，做了核酸检测，结果要过几天才能出来，这几天在家隔离。什么？在家隔离？在家怎么隔离啊？所有的通风系统全通的。妈，人家都是这样隔离的。哎呀，这样不行，要不咱们给阿什利找个地方住。妈，现在上哪找地方住啊？他还在发烧呢。就是啊，他还在发烧呢。我的儿子哪也不去，就住自己家里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我说话什么态度了？反正这个时候啊，不让阿什利出去住的。我又没有说一定让他搬出去住，我是说咱们得想个办法，要不然咱们大家全有风险。你爸有风险，那你出去住。哎，哎，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吧？好，我走。妈，妈，您别说气话，小鹿那是急昏了头，瞎说的。你别给我解释了，我活那么大年纪了，哪句真话哪句假话我还听不出来吗？朵朵也大了，这个家里也不需要我了，我走就是了。你赶紧给我订机票，马上我回国。妈，小鹿真不是那个意思。行行行，你甭给我解释，给我看机票吧。奶奶，我不要你走。哎，好朵朵，以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妈，现在机票也不好买，您就先住着，等有了机票再说吧。你给我看着点机票。哎呀，不过呀，这个家我现在是住不下去了。这样吧，你给我找个旅馆。你放心，我有钱，我自己出去住。奶奶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跟您一起住旅馆。哎，不能，别胡闹。我不在胡闹，我和奶奶一起。多多，走，咱们收东西去。妈，妈，媳妇儿，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。妈出去住两天挺好的。反正他那么害怕。小鹿，她是我妈。我送奶奶去旅馆。哎，不能。放开我，我要跟奶奶走。别闹了啊，奶奶不要走。如果你不放开我，你就是一个 villain。Evelyn， 你跟谁说的鬼话呀？嗯 ？I hate you。妈住进旅馆了？没有，跑了好几家旅馆，人家问有没有接触过发烧的人，不让住。那他路上遇到杨阿姨母女，让她先在他们那儿凑合几天。杨阿姨？哪个杨阿姨啊？就是住我们公寓的那对母女。启凡儿，启凡儿，我今天太累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启凡儿。齐阿姨，卧室收拾好了，您看行吗？啊，小李啊，谢谢你了。哟，
你们把大房间让给我睡了，我睡小房间就行啊。哎呀，琪姐，谁睡主卧还不一样呢？就别跟我们客气了。是啊，洗手间在这儿，挺晚了，早点休息吧您。好，辛苦你们了，你们也休息。哎，明早我给你炸油条吃，你不是说我炸的油条好吃吗？太好了，那我明儿早点起来跟你学。好，晚安啊。你们也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好。家应该在那个方向吧。哎呀，哎，琪姐啊，睡得好吗？哎呦，睡得可香了，你看都这点儿了。哟，小李呢？他上班去了。来，我们吃饭。好。哇，豆浆油条，这早餐太正宗了。我家那俩宝啊，就喜欢吃你炸的油条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这话说的我心里美滋滋的。我啊，还特意准备了六根，待会儿给他们送过去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大妹子，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回去。哎呦。琪姐，有些事儿咱是不是想拧了？哎，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，吃了多少苦啊，咬着牙都过来了。真想不到老了老了，现在呢被人嫌弃。哎呦，那时候啊真的是苦啊，要不坚强根本就挺不过来。我家老宋在的时候啊就说过我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坚强，最大的缺点好强。哎，这话说的有意思啊。这坚强啊是好事，不过这好强，哎呀，可能就让家里人有点难过喽。哎，是啊，这话有道理，可是我就管不住自己啊。嗯，确实不容易，都知道自己的毛病，但要改呀，真的不容易。嗯，想来呀，大家都是一样，所以看到别人的缺点时啊，咱得宽容一点。你这话说的吧，还真的有点道理。我有时候在想啊，嗯，这一家人凑到一块儿，要是总盯着别人的缺点，那一定闹得家无宁日。但是呢，如果都能看到对方的长处、优点，互相取长补短，你想想看，那指定家庭兴旺。是这么说，但是呢，我这个脾气一上来啊，身不由己呀，这个脑袋呀，根本就管不住我的舌头。那是不是就像被人操控的那个提线木偶啊？你这个形容倒是有点像啊，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可是呢，话一出口，我肠子就回青了。下回还照样。我以前呀、总喜欢唠叨我家姑娘，这个地拖不干净啦，那个衣服叠得不整齐啦，什么我都能唠叨她。有一回呀、我们家姑娘被我唠叨得受不了了，就把我唠叨的话全录下来了哟，还放给我听。我一听啊，吓我一跳，怎么那么啰嗦呀？那真的是我吗？哎呦，丑得不得了。哎呦，我说你家小林怎么这么聪明啊，想出这招来。要是我儿子把我教训他们的话给录下来，指不定啥样呢。是啊是啊，咱们呀只知道自己的那点不容易，但是孩子们有多么不容易咱怎么能知道啊。所以呀，凡事往好处想是对的，千万别钻牛角尖。你还别说，就跟你唠叨这几句啊，我心里舒坦多了。好啊，来，多吃一根油条。好。这个酱真难吃，我不吃了。
艾弗琳，坐下，把面吃完才能走。爸爸，奶奶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们去看奶奶吧。艾弗琳，吃饱了饭才能去看奶奶呀。她要知道你没吃饭，她一定会担心的。来，我帮你办一下。齐文，家里没有鸡蛋和牛奶了，待会儿去买点。我一会儿要去趟银行，还要给我妈买点东西送过去，你自己去吧。艾什莉，苹果放门口了，待会儿你自己出来拿。喂 ，Helen。嘿 ，Joy，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公公婆婆呀，终于搬出去了。搬出去了？是啊。哎呦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就跟 Michael 摊牌了。问他到底是要他爸妈，还是要我们这个家？所以他不要他爸妈了？他当然都想要了，但是我跟他说，有他们没我，有我没他们。哎呀，总之就是不能再在一个屋檐底下住了。他答应了吗？他看我态度那么坚决，离婚协议都准备好了，当然就没办法了。这个家终于又是我的家了。那祝贺你了。谢谢啊。China. In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virus, China locked down travel domestically while allowing flights to leave China and infect the world. 这一次中共罪责难逃了。中共倒了，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啊？他倒台就是天大的好处，中国人被中共害得还不够惨啊。但从这次武汉肺炎来说，要不是因为他掩盖，武汉就不会那么惨，全世界也不会那么惨，我们现在也不用为阿什利提心吊胆的。那我还听说是美国泄露的病毒呢。你听谁说的？中国外交部。一个人的智商要糟蹋成什么样，才相信病毒源头在美国呀？哎，妈怎么样了？她还好吗？挺好的，跟杨阿姨相处得很好。那过几天，等阿什利好了，我去看看他。再说吧。哎，齐文，你觉得孟晚舟会被引渡吗？应该会吧。那又要惹中国政府不高兴了吧？上回就抓俩人，这回呀，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。该怎么判怎么判，你不能因为中共不高兴就妥协了吧？那以后中共可不更得拿人质来要挟加拿大呀？话是这么说，但如果真和中国闹掰了，加拿大的经济呀也要受到影响的。像我们公司好多客户都在中国，没了他们，公司的销售量要损失一小半呢。以市场要挟世界，这就是耍流氓。你别说那么难听啊，就没有什么双赢的办法？双赢？你知道中共怎么解释双赢吗？就是他们赢两次。他们真这么说的？我到时候给你发一些相关视频，你看看啊。可是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呢，我们总是希望中国好的。只要有中共在，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的好。有一些老外对中共还抱有幻想，咱们中国人更应该清楚中共是个什么东西。爹，你去把今天的邮件拿一下。
为什么叫中共病毒啊？要不是因为中共，这场瘟疫能闹成这样，叫中共肺炎再恰当不过了。哎，这些政治的东西啊，跟我没啥关系。我只求啊，能过个安稳的小日子。我一开始跟你一样也这么想，可我们的生活跟政治能脱离吗？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站队，是跟着美国问责中共呢，还是支持中共跟他站台啊？现在所有的华人都面临一个站队的问题。加拿大就不能中立吗？不可能。而且你想啊，我们当初为什么来加拿大，不就是因为认同加拿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吗？要是跟着中共走，那干嘛还出来呀？哎，按照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们还真是应该跟着加拿大主流社会走，是不是？这就对了。看来你看那些视频，好像还是有点用的。何止是有点用啊，有空你也看一看。以前我们接受的教育方式啊，还有新闻资讯，都是他们灌输给我们的。而这些视频和大纪元报纸是教我们如何分析、自己思考。喂 ，Helen。Joy， Michael 要跟我离婚。啊？为什么？是他爸，他爸感染武汉肺炎了。啊？确诊了吗？还没有确诊，但应该就是了。他现在人已经住院了。还是重症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之前他们租住的那个出租屋，前两天有一个人确诊了。啊？那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太好。唉，那你婆婆呢？她还好吗？她有些咳嗽，暂时还没有发烧。现在 Michael 正带她去医院做核酸检测呢。唉，这事儿闹的，可她要跟你离婚是吗？他已经在上次我给他的离婚协议上签字了。他说这两天等他忙完爸妈的事儿，就要去办离婚。唉，他那都是在气头上。他妈妈要是好了呀，就没事了啊。万一要是不好呢？这位，我真的心里好慌啊。你说，要不是当初我非要让他们搬出去，他们也不会感染了。要是他们真的出什么事儿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别胡思乱想，他们没准很快就好了。我真的好害怕呀，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那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呢？Joy，你说这会不会是因为我自私、我不孝顺给我的报应啊？哎呀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海伦，我现在每天脑子里都是这个念头。Joy，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 Helen， 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好照顾家里，很快都会好的，都会没事的啊。要不然你给 Helen 发个 message， 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尽管说。啊。启文，嗯，咱把妈接回来吧。你也怕妈会传染上？也不全是因为这个。其实妈在家挺好的。哪儿好啊？你俩整天明刀暗枪的斗，我都替你俩累。前两天我跟安文伦下棋，没下几分钟他就不高兴了。他说我脾气大，没有耐心，不像跟奶奶在一块儿，是真心陪他玩，耐心教他。我原本以为啊，是妈脾气不好难伺候，原来我才是那个脾气坏的。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。其实就算是争赢了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以前妈要管事儿我就心里不舒服，可妈一走，你看咱这家都成什么样了。也没有太糟糕，反正也没人来串门，乱点也没事。启文，嗯，明天我跟你把妈接回来吧，我会好好跟妈道歉的。小璐，我怎么有你这么好的老婆，我太有福气了。你说我哪儿好？哎呦，这可说不完，
你既漂亮又贤惠，只不过这个脾气啊，再好一点点就完美了。你说我脾气不好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还说你脾气不好吗？我说我自己可以啊，可是你说不行。哎，那你说，我跟妈谁脾气更好一点？这个嘛，哎呀，难说了。哎呀，什么叫难说呀？难说的意思就是，我一旦说了以后，我的日子就难过了。跑你个宋庆文，你往哪儿跑 ？What are you doing？ 爸爸，我帮你拿。好，放奶奶屋里啊。Ashley， 我帮你。啊，家还是老样子。哎，蝴蝶兰怎么放在这儿？一点阳光都没有，那怎么行啊？妈，蝴蝶兰不用阳光直射。谁说的？我养了一辈子蝴蝶兰，我怎么不知？妈，那就听您的吧。您说放哪儿，我去放。哎，其实啊，放在这儿也挺好看的，就这么放着吧。启文啊，哎，你也别愣着了，快把杨阿姨送的那幅字挂上。哎，好。晾衣服。